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啊。第一个臭宝说，这个老花医，我每天浇水它还是越来越多的黄叶子，前段时间稍微湿了点肥就开始脱嘴巴子了。首先宝贝啊，这是一个新花友，用到的盆啊，这种瓷盆它有一个缺陷，就是你浇了水以后呢，它容易积在里面，它不怎么容易产生透气。你像大棚里面养花也好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很多的透水器它都比较霸道的，它很多的就是你浇了水它能透下去。第二个点哈，就是您那个浇水的问题了，浇水一定要浇透，干了以后你别每天浇。你打个比方说，老王营养不良了，我说你每天得吃饭，我每天都吃饭呀，那水巴拉硬，每天吃啥饭啊？早上啃个苹果，中午吃个馒头，晚上不吃了，每天就这样吃饭，这肯定时间长了营养不良啊。你一说他了，就是他每天都吃，这就是每天都浇水，而没有去正确的浇。干了以后啊，大家就浇，怎么样去判断？你把手指头摸进去，摸摸盆土干不干？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，对吧？干透了以后，尤其这个盆土干透了，大家一定要想方设法的给它浇透，让它咕咚咕咚都得喝饱水。你喝不饱水也不行。还有就是说，咱刚才给你结合你这个盆说，你浇透了以后，这种盆容易出现一个积水，所以说呢，不论任何时候啊，把它想象成什么呢？人穿鞋穿袜子，对吧？哎，人呢每天泡泡脚是很舒服的，但是你穿鞋穿袜子啊，是吧？要透气一些，松软一些，比较爽。这是养花的一个关键点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施肥这个事儿。施肥呢，就像老王吃饭，人是一天三顿，植物呢是一个月3到4顿，但是呢是在它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期。人睡着了，你搁那呵呵睡觉，它肯定是不吃饭的，是吧？个别的除外啊，个别的那个人可能睡着了。植物它有休眠时期，你比方说冬天生长的变慢了，植物的施肥是扶强不扶弱，在长势比较旺的时候你再用肥料，那相当于是火上浇油啊，越长越旺。如果说你它本身它就长得不行，你给它用肥料它笨蔫笨蔫的。所以说呢，你先从浇水入手，先让它长根。浇水是控制根系还有排水透气，让根系发育好了，根系发育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再施上肥料，它慢慢的就开始恢复生长了，慢慢的你就可以循序渐进的来了，结合着来啊。天方夜谭，这么多花苞可惜了，这不是水大缺光通风差吗？我的臭宝，月季花很皮实很耐造，你光照给足，通风好一点，浇水你别那哈哈一个劲儿浇，你干了再浇啊。你养着一堆月季普遍这个样啊，臭宝。哎呀，养月季花在阳台上养是个噩梦，因为通风是达不到的。有的话说我开着窗了，你开着窗也不行，你像我们棚里面都能感觉到，哎，有那种空气流通，您知道吗？得空气流通，我们上面有天窗，我们有门，我们甚至说有排风扇，对吧？有那个大风机，不一样。你咱们家里边养，你这通风肯定是不够的。如果说真的想要月季，你就整个小风扇，离得远一点吹，一定让空气流动起来，好吧？哎呀，老花姨，茉莉黄色斑点什么原因？这个就是缺肥了，宝贝儿。缺肥，你现在在花苞期，现在这就缺什么呢？一般植物在生长的时候，它往顶上长，它会把下面那些个老叶片的营养都抽到上面去，一般就是最低时间把那些个镁元素之类的这些微量元素比较快的，它会往上抽，像钾元素这些往上抽，抽了以后就开始长新叶，长出来只要是薄薄的黄黄的，不是那么翠绿的，不是那么油黑发绿的那种，它就是说叫黄化病，统称黄化病，就跟人营养不良一样，这是一个统称。是吧？人营养不良，有的是缺铁，有的是缺锌，这这那那的。所以说这个植物现在是缺乏微量元素，就缺肥。如果是咱们在农村养，有条件的话，就多用一些粪肥，这个是没事的。你在楼房上养的，您就可以怎么着呢？选择一份比较哇塞的土，叫泥炭土，就是说白了就是腐殖土啊，但是要无菌无虫卵的，然后再搭配一些带有微量元素的肥料，明白吗，宝？老阿姨，四季海棠努力开花，叶子软趴趴。这个你也得浇水啊，也得浇水，而且现在这个根系是很松散的一个状态。您现在要找一个盆儿，稍大一号的，你给它加一些土，把这个根系固定住。它现在很松散，根系都没有，浇了水以后也存不住，现在就是一个缺水的状态，更别提什么肥力这一块了，好吗，宝？你再这样养下去要出问题的。下个臭宝，重生栀子花。重生栀子花说过好几次了。很多的植物重生啊，尤其是栀子花这种重生的时候，不如一盆单棵的好养。它在一块呢，因为栀子花是一个典型的喜光植物，它需要很好的通风透气，还需要大量的水分和肥力。你尤其是在一块的时候，这个盆那么小，它相互竞争，它肯定都不好，对吧？
所以说它是限制了它的发育和生长空间。栀子花非常喜欢光照，光照一定要给足，好吧？在光照给足的前提条件下，水量不要缺了，适当的加入一些肥料会开得比较爆。即使是重生的，你只要光照给足，通风好，水量水肥力都给足，一样长得特别棒。这个现在你也知道是为啥，好吧？就是说浇水的时候容易浇不透，光照也给不匀，通风也不对路，肥料也没给上，它就出现这种，好吧？主要是通风和光照哈，先把这个解决了之后再说后面的。下个百合，百合这个缺水啊，你也得浇啊。现在是缺水啊，醋宝啊。好的花手，这个花手应该停留在第二层，应该关注了没多久，也知道用土用的也对，用的是这个泥炭，还掺了一些这个树皮，土也对，盆也没问题，是吧？光照条件应该也是很好，但是就浇水，不敢浇了。应该有，我刚才一直强调浇水的问题，好多人一听啊、哦，不能老浇，浇了以后烂根，不敢浇了也不行，得浇透啊，干透了也得浇透。你看下面的叶子就代谢掉了，它得把下面叶子所有的水分和营养来供上面长，水分不够啊，浇透，不干不浇，干透浇透。好了，小不错姐点个赞啊，其他养问题视频要留言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来了，嗨，嘿嘿嘿嘿。